本来我们可以自己委托鉴定机构对这个伤残进行鉴定的，但是我考虑到，担心保险公司，我们自行委托鉴定以后，保险公司申请重新鉴定，这样时间就会更长，然后还有我们前期会，比如说垫付鉴定费用这些，会产生重复鉴定的一个过程。为了省去这一个过程，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起诉了法院来，让法院那边通过法定程序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原告代理律师认为，简单重复的司法鉴定程序不仅是对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他提出请法院通过法定程序委托鉴定机构对亮亮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他的伤情主要是集中在脑部，比如说有右侧中枢性偏瘫、脑梗塞、缺血、缺氧性脑损伤。通过我们法院委托司法鉴定，鉴定他构成了八级伤残，这个伤残等级还是比较高的。2021年6月9号，经法院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鉴定意见：一、亮亮的伤残等级属于八级；二、亮亮需要加强运动、语言及认知功能训练半年至一年，费用需3万至5万元。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关于案件的事实赔偿的项目金额发表了相应的意见。邱某在法庭上辩称，原告的法定监护人在此次事故的过程中没有尽到一定的监护义务，因为他放任了亮亮这样一个2岁的幼童在小区内四处走动玩耍，所以邱某认为原告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就是家长应当意识到，这种主干道是随时可能有车来的，像这种小孩一个人在公路上，其实很多事故认定都会认定家长作为监护人是有一定责任的。出事的时候嘛，确实小孩只有一个人在路上玩，但是因为当时事故认定的时候，就是当时也急着就是救小孩嘛，就邱正奎这边就完全没有去就太过于争执，就是当时的一个事故认定的问题。然后事故认定当时就以全责的形式下来之后嘛，然后邱正奎当时也想的第一时间想的是怎么去救小孩呀，怎么去垫资啊，这些就完全没有管那个事故认定的一个问题。对此情况，法官认为事发后警方出警进行了勘查，调查意见认定邱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邱某对此有异议，但并未向法庭举示相反证据，所以对其此番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没办法，这种东西对法院肯定要看的是证据嘛，而且本身当时那个复议期限，法律确实是给了你这个复议期限的一个权利来的，但是你当时也没有去把握这个期限，所以说最后肯定要以这个事故认定为准嘛。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标准错误，伤者既是农村户口，就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偿。这个小孩他是随着父母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在城镇居住了一年以上，那么这种情况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他是应当按照城镇标准来计算的。保险公司认为，亮亮的父母在本案中既是受害者又是得益者，因此应当扣除原告在水滴筹上所筹集到的款项。至此，本案的审理进入到了争议区，因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筹款这一部分在理赔当中是可以直接扣除的，那么车祸保险理赔跟公益筹款究竟有没有冲突呢？现实生活当中，保险公司已经赔过的人还能不能参加水滴筹这类公益筹款平台呢？